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棉花和格格啊来我家已经有一个星期了。因为这两只狗狗特别好，特别乖，所以说老五确定它两个不咬。今天老五就给它们两个来洗一下澡。棉花开不开心呢？啊，马上就洗澡了，开不开心？这只狗狗应该不会咬。这几天老五也一直在观察它，特别好，你看也是不停的摆尾巴。棉花要乖啊，乖一点。你乖一点的话，我洗的也快，很快就给你洗完了。哦，洗洗你的尾巴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洗洗尾巴。棉花真乖，洗一下你就舒服了啊，身上也不痒了，也干净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站起来了嘛，那洗一下屁股了啊，洗一下屁股。哇，棉花，你看着很干净，其实你的味道很大的，很臭的。不要动，我把肚子给你洗一下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洗一下肚子啊！哦，你害怕吗？它有点害怕。洗洗你的尾巴啊！洗洗尾巴，等一下再洗一下你手。来，棉花，来洗一下你的手啊！哦，棉花这个小手很漂亮的，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你怎么长这么好？不要动，把眼睛先给你擦一下啊，擦一下眼睛。吹干了啊，棉花，我给你打理一下。不要动啊，棉花，给你打理一下，打理一下可漂亮了。可怜的毛孩儿，之前没洗过澡啊，吓坏了，他以为在杀他。啊，看一下你一点了啊，这么漂亮啊，洗完澡这么漂亮啊。棉花，现在不害怕了哈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其实这狗狗挺可怜的，它在它主人家也可以这么说，应该没洗过澡，所以说狗狗害怕呀也正常。多洗几次，狗狗慢慢就适应了。你看现在开心了，高兴了。好了，棉花，我现在把你抱回去啊，抱回去和别的狗狗在一起玩，然后我把格格也抱回来，给格格啊也洗一下澡。格格，现在轮到你了，开不开心的？给你们洗一下就舒服了啊，身上就不痒了。哦，这只宝宝其实也很乖，它应该不会咬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给你洗。你看高兴的。格格，你要听话啊，这个猫孩为刚才那个听话，它好像有点害怕。主要是还是这些狗狗了，它之前根本就没洗过澡，所以说它就害怕。你要老实啊，老实很快就洗完了。别动啊，哥哥，你要乖。哎呀，这个猫孩一点都不听话。你看你身上很臭的，看着挺干净，特别臭。那我给你洗洗手了啊，洗洗手。不要动啊，把手给你擦一下，来擦一下肚子了。哥哥，你现在不害怕了吧？哥哥，刚才洗澡都吓坏了，吓得要死。我把耳朵给你打理一下。好。然后我来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格格怎么样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格格呀本身就很漂亮，这一洗澡啊更漂亮。
你看多好的一只狗狗了。好了，我把你抱回去啊，抱回去和别的狗狗在一起玩耍。哥哥，你下来啊，下来和别的狗狗一起玩哦。你看，狗狗过来看你来了。好好，下去啊，下去。好啊，玩吧，啊，开心的、自由的玩吧啊。玩吧玩吧，你看开心高兴的。哦，这些狗狗都很欢迎格格，你看莱夫。啊，玩吧。哦，这么开心吗？你看格格一直在摆尾巴。好。哦，乐乐也过来了。乐乐，欢不欢迎格格呀？哦，花妞也过来了。你看，格格一过来都把这些狗狗稀罕的，雪妞，在这好好玩啊！我去看一下棉花跑哪儿去了。小黑，看见棉花了没有？小黑，哦，这只棉花跑这儿来了，被一帮狗狗围攻了，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。这个棉花有点胆小，你看一直夹着尾巴，哎，别欺负蛋蛋儿。哦，这个棉花大家现在看一下，慢慢胆子大了，跑掉了又跑掉了。哥哥，你别怕了啊，这只狗狗比刚才好多了，在这好好玩吧啊，该做饭了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